24日，2020年央视春晚首次联排，谢娜、秦岚、吴磊等艺人一早抵达央视老台。其中，谢娜身穿白色羽绒服，头戴针织帽，包裹严实；吴磊身穿荧光绿羽绒服，头戴黑色鸭舌帽，裹厚实羽绒服进入大楼，背影帅气逼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